非愚人所能超越者，这下他是指他的辩说无穷。我说过这个辩，当然你可以认为它包含部分的辩论，这个辩其实它不是，叫做辨别，懂吗？辨别，佛不会跟人家辩论，辩论就跟你一样大了，就跟你一样价值了，佛不会，佛在利益众生。就算有人责难佛，有人责问佛，佛甚至于呢是用神力让你知难而退，他不会去辩解。佛要是辩解了，那整个众生就迷惑了。所以古人当然说，真理不以是非以不辩为分明了。这里就是有深意的，因为既然谈是非，说你非的一定他坚持非，找了好多理由，说你是的当然就还也是一些理由，但很可能都是各自的角度，所以说你适当的行为表现就好了，不用说去辩，以不辩为明白。但是不辩跟不说明是两件事哦。比如公众人物或者你做公众事务，你有被误解啊，你比如你的公众政策有被误解，那么有说明的义务，但没有说辩驳到大家都接受的义务跟必要，懂吗？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，你怎么做都有人讲话，很辛苦哦。所以说我政府人员，特别是那些。政务官呐、政治人物啊，特别辛苦、他怎么说都会有人做啊、你怎么说都会有人说他不对啊、是这样，多元嘛。那么这个在道场中呢，你就不做公众事务啦，那辩还是不辩呢？这里说辩说无碍无穷嘛，辩还不辩？不辩，但是说明还是要，还是要，哦。是这样，啊，比如那个某某师啊，那个当家师啊，那个知客啊，这个什么东西怎么一直放在那里啦、啊？这样很不庄严啊，如何这般？他就在那辩论。那其实你是因为要等那里要等邮差，或者那里要等某个居士要来拿，他车子才开得到，所以看起来短暂的啊、放在大寮外面啊、这是比喻了啊、但是就有人巴拉巴拉巴拉在那边讲。那你这时候，是非不辨为分明，他在说是非，这倒也不辨，倒也不尽然，不是要你辨，那怎么办？心情上就是坦然的、淡淡的说明，也不要生气。你怎么讲话这么不客气啊？你没有问清楚啊？你是说在群组当中你就说我坏话？你讲那个有必要吗？口气那么差，你那么不要看那么多了，这就辨，懂吗？你口气怎么那么差？这就是一种辩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没问一下你就这样说？这就是一种辩，啊！你怎么这样说我啊？我不是这样，这就是一种辩。直接跟自己的价值、人格受伤不受伤，啊，你跟他对撞，这就叫辩。但说明是这样，你说话是讲这么难听，啊，这么冲，或这么以为是，好像理由充分。那我只要淡淡的说一句就好了，没有，午餐后因为有人要来拿，那他的车子只能开到那，所以我们给他方便，抱歉，可能挡到大家的位置了，旁边听得自然懂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啊，当啊你讲迄个话人啊，但是你是拍不会摆，大家心里就白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明白了。那你呢？说这话你也没生气。为什么你没生气？你要做修道人呢、啊？那个辩说无穷啊，那个辩，那个不是在为自己辩，是在教说当中辨别。他不是冲人的，他冲教法啊。你只要把真实语啊，
说明，并且带上一句啊，很抱歉让你误会。没，他自己讲那种话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他等一下就会什么呀？收回，收回，嗯，这个，嗯嗯，这个原有信息不可读，就收回了，就是这样，啊、哦，那你不能动怒，你动怒，你自然行间当中也是会展现出得理不饶人，那他呢？他怎么就产生是非了？因为你也得理不饶人，你就说你是他非，啊，他本来说。他是你非，好，就是非就来了。你看看，啊，这叫辩论了。你这一来一往就辩论了，会没完没了。就算他落于下风，他也会怎么样？他也会将来把你记一笔。是这样，所以不用这样。佛不会跟众生有这种辨别、辩论，不会。要记得。同参道友共住当中难免会这样，那所以要记得这个是非不辨为分明，是这样叫不辨，你凭和平的说明，但也不用过度谦卑啦，也不必好过度谦卑，人家还觉得你那个，哎呀实在抱歉啦、啊、跟你顶礼啊，哎这刚才你敢糟蹋咧，这也不行好，那啊你就淡的讲一句话啊，抱歉啊，让大家不方便了，大家你不要讲让你就冲着他说话，你要把大家拉进来，你懂吗？你要把大家拉进来，因为好了可能也有别人跟你有同感嘛，跟他也有同感嘛、哦、因为你那个箱子摆那嘛、哦、让他走不过去，或者让他要绕个边，或者不晓得啦，反正这是个比喻。好的，那你看、哦、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只有你有这种看法，好，我就说让大家啊，这个妨碍到大家了，哦，应该稍后他们就拿走了，这情有可原，合情合理。好、哦，对啦，你也干扰到我，但是这个干扰不能讲话的，因为这是常住的东西嘛，要送出去嘛，是这样。啊、哦，是这样。这种说话呢，叫做说明，不叫辩解。哦，哦那。这个要说得四平八稳，而且不能够指桑骂槐，也不能够好像你隐藏气氛，生气的气，那种生气的氛围，或者反讽的氛围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就算他今天不能回你了，他也知道，那你就种下恶缘。道人不这样做，这样子才勉强未来跟广长舌沾上边。是这样，懂吗？啊，叫辩说啊无穷，这叫辩说无穷。那万一他又这样很无理呢？又步步紧逼，又要鸡蛋里挑骨头呢？最最不能的，你再回复一次，不要再回，不能过三。哎，可是也不能放那么久啊！哎，那么大了，大家很不方便了、啊。哎，你东西放那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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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已经给人感觉已经在鸡蛋挑骨头了。那如果你这样回答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还不知道吗？这样子，啊，当然不是用这种口气啊，已经说了不是吗？啊、就是下午而已嘛，有需要那么急吗？哦，这样话就不对了，这种问话型的就不对了，这是老师对。学生对弟子，师父对弟子，偶尔勉强可以这样动用，啊，不然就不要了。那怎么办？就说，啊，是的，很抱歉，可能他慢一点来拿，我们再了解一下。如果不行，我再去把他移开。这样旁边就会知道，哎，这个人也太那个了吧？怎么心量这么小啊？这种事情有需要搞成这样吗？啊，他又在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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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再回了，第三次就不要再，因为该说的你就说了，你懂吗？大众之间该说你就说了，你说嘿，红耳朵，红耳朵，我不敢回去，红耳朵，那赶快去喝凉茶，懂吗？红耳朵就要喝凉茶，或者去跑步，或者去拜佛，都不要再管这个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
你是第三者，路见不平气息迎狼，你也嘎进来说他两句这样啊，这个也要注意啊，这是第一种，这是正常人是这样。还有一种叫做不正常人，什么不正常人？他就很可能就是忧郁啦，啊，或者躁动啦，或者他这一阵子正在心情起伏啦，你只要稍微说个什么不顺他的意，他就嘣。或者是在这个人那个自尊特强呢，哦，或怎样，或者有一种性格接近亚斯伯格症，接近这样，他很直取，他就非照他那样不可，这样，那你是什么吧？如果是牵涉佛法的，好，那你觉得他不对，你要说明，因为在大众当中你要说明。那你是管理员，你也不能，他也没有太恶意，你一下就把他文章给删了，他会觉得受侮辱，哦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最好用的语言是啊，我们这大众当中啊，这么个说可能造成误解，语句不要用太决定意，啊，太决定意，可能，然后他讲大众放进来。可能造成大众误解啊，或者说啊，在大众当中啊，我们知道，我知道你的意思可能没有恶意，可是呢，这个说法有可能让初学佛有误解，或许另外一个说法较好。这时候你改了一个说法，那你是玩广嘛？你对于这种话你就带一下，这样，这是有管理的。思想上在管理的网的群当中，你说话要这样说，啊，那不要尽量不拿这个什么了，不拿那种决定句或者是权威句，尽量不用。不过当然了，还是有人会很敏感的认为你很权威或怎样，那这也就是叫琢磨，这些都叫做什么呢？说明，但不能够叫做辩论，啊，是这个情况。那高超一点的，就是他讲了一大堆一二三四的这个内容，那你都一一的根据法理，或者根据佛法，或根据法律，或根据一个什么样的道理，你一一的点到，然后你都把他的重点转到了你的重点是什么。那这样子呢，就没有话说。哦，你比如说有人在辩论，那宗教教育要不要放进一般民间学校啊？哦，就要讨论啊，那怎么教啦？那如何啦？那是可以啊，不可以啦？怎样？那这个情况你发生了这样情况，那很可能有人就会提出来啊，说没有啊，这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啊。那文化，那宗教是文化没问题吧？哦啊，既然是文化，那我们介绍多元文化，这不是学校也在主张的吗？哦啊，所以这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这本来就应该的啊。你不要去谈那个怎么教啦，什么这些细节，你就把它挂一个高帽子上去。啊，这高帽子，除非你来冲撞这个高帽子，你难度就高了。好，因为这本来各种教育的什么原理啦什么的，或者是法律啦，本来就写了这个内容。宪法甚至也写这样子嘛，那你只要挂对了就好了。宗教作为一种文化，是不是应该要教育啊？是不是这样？应该进入学校，让大家了解一下文化，就好了。不要是谈什么你的宗教、我的宗教，宗教高啊，宗教低，我管。有人就不觉得宗教高啊，有人就不觉得宗教需要给学生知道啊。他一再谈宗教，你把宗教换个包装，它是文化。对不对？它是文化，啊，文化要不要教？你把它知道文化就好了，不就对了吗？是这样。像这种就是在大众当中，你要找一个制高点谈话，这不叫做辩论，这就真的就叫说明。你保住你的格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很多事情不要被一般性的语言跟对立讨论哈，被它迷惑了。
要跳开来看一个更高的原则。你用更高原则说下来，我跟你讲，那些高拐的人哦，自然就噔噔溜走去啊！你不是你也看完啊？他就不再发言了。他知道里头有高人，不，你不可以，你不能用那种很低阶的那种挑剔的语言来说。有人告诉我说，会不会有政府人员来卧底？我说好啊，卧底好啊，卧底刚好把他围剿。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你既然道理是可论说的，那你就要找高的道理来。好，那当然围剿也不是给他难堪，不是，就讲道理，这叫说明，这不叫辩论。所以是非与不辩为明白，确实是你不要用辩论的，你不要用防卫心理，你不要用论你对我错，你要在法上站制高点，这叫做说明，懂吗？懂吗？我们常常把辩论当说明，啊，说明又说得像辩论一样，哦，是这样子。那你那结果，要不就是怎样？要不就是哦，是非不辩为分为明白。那只要有意见不同的，我都不敢讲。那这样的话，佛法还能弘扬吗？还能够破邪显正吗？哦，你还能够主张你的意志吗？你说你要推动宗教基本法，只要有人提出反对啊，你我这个不变了，是非不变了，我不要辨别，不是，很多佛教徒混淆这个概念，结果就是做鸵鸟，把头伸进地洞里，就是天下太平，露了一个身体在外面，觉得天下太平，啊，是这样的，眼不见为净。不过当然了，有了年纪的人呢，或者身体多病的人，你就不要要求他这样，让他好好活着，你懂吗？好，他能活着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有些出家人就这样，没出家没病，一出家全病，是这样。那怎么办？你就啊，你得吃饭得了，哦，安尼啊，看到有做也合众，哦，啊，看到家来欧北放晒，你甲看一下安就好啊。能做这样就好了。你说啊，这样我假撩逼，吃三宝的饭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他要虔诚用心，他就住得下。你跟他讲要用心，啊，要不虔诚不用心，那又不听经不思维，那他自然会走，也不用你赶，福报尽了就没有了。但这个呢，就是要什么？要小心，所以牵涉到他的。一出家的时候的入门的发心跟起行，你那个发心一开始就要对，不然就是自私为本，这样啊，好，那么是刚刚，所以说辩说无穷哦，这里有辩说，让你要知道那个辩说不是说啊你在辩论啊。南无